Zimon leje kengkang sa. Somi kenyi lora laziba gasiha. Nga lode ye. Nga nezo ye. Toju toa. Gugu na ngati lojun sui cheje lamte bayala. Gugu jan zote la dene. Dazi ngatu deto mo talon shu. Toju toa. Ngati sheri ka logun jene. Dering ka noden zo la. Lojun shishie.我最好的老师，上，怀特森先生是我6年级时的科学课老师。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教学方法独特，常常有出人意料的举动。记得有一天上课，他给我们讲授的是一种名叫猫尾兽的动物。他说，这种动物一般在 夜间行动，因为不能适应自然条件的变化而绝种了。他一面侃侃而谈，一面让我们传看一个颅骨。我们全都认真做了笔记，然后是随堂测验。当他把卷子发下来的时候，我惊得目瞪口呆，因为在我写下的每一个答案后面，竟然都被画上了一个刺眼的红叉叉。 我得的是0分，可这不公平，因为每一道题都是根据我的课堂笔记回答的，而且吃惊的并不是我一个人，我们班上的所有同学都得了0分。格家怀特生呢，你老人准备个件，千里红线件给给你，可能容易撒不见一样了，其他他们硬币，对着落叶林的笔写动一把。 人东坡老车写的，空格米拉建设协工一边苏巧一老车写，空格苏巧的一人，采蒙科学学院了，荣军康前木一千件东等马特边，一千八百字，空格修几年，略略写进，修几年，我的一片成绩呢，俺错了大嘴巴，俺错聪明，年点几升级的，第几年老车个解决了。 最后装备对此，俺用哈里呢，卡通没见得见。今天呢，你这边只能搜索引进了，没了人别拿到奖的，俺了干嘛提了人？应用，你装的也嘛的，这话说说你这边老车升级一种的两大白眼，大东行松开，俺基本没得，俺存真的老着用起干嘛提了弄的？ Garin de la titaji. Nancy Tanya Saba Kashi, Yunda Chishi. Kang Kang Tan. Hutu Heba. Mu Dung Kong Dai. Ka Dung Miji. Ta Yimian Kang Kang Tan. Yimian Jang Woman Chuan Kan Yiga Lu Gu. Woman Chen Do Ren Jin Zola Biji. Ran Ho Shi Sui Tang Tse Yen. 空格修几年，略略写进；修几年，我的一片成绩里，俺错了大嘴巴；俺错聪明，难点几升级的。第几年，老车个解决了。当俺今年的他念这些过来记得，他念这些。词语解释：侃侃而谈。 侃侃而谈，就是人们理直气壮、从容不迫的说话的状态。目瞪口呆，就是形容因吃惊或害怕而发愣、发傻的样子。看懂没解几把呢？ 抓把动几把些呢？海宾能把了些？写的什么？语言文化小贴士：海伦·凯勒幼时身患重病，出生才19个月就丧失了视听言的能力，成为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孩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幼儿，后来不仅学会了读书，学会了说话。 而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成为一名通晓5种语言、知识渊博的学者。
成为创造了非凡业绩的慈善家、演讲家和教育家。海伦·凯勒的成长与成功震撼了世界，而这一奇迹的出现却与他的老师安妮·沙利文的教育与引导密不可分。正如凯勒感慨的，我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同时属于他，不管是我的才能还是我的希望与快乐，都来自他爱的点化。安妮·沙利文那极大的爱心、耐心与毅力，那从尊重孩子的天性、引导孩子的兴趣出发的教育，激发了海伦的学习热情，使海伦一直处于对知识的渴求状态中，成功地将海伦从一个无知甚至野蛮的小女孩，逐渐培养成一个知书达理、才华横溢、富有爱心的非凡女性。安青娘的他念沙巴地做下用这些侃侃而谈吹吹些吧目瞪口呆他动迷界他一面侃侃而谈一面让我们传看一个颅骨我们全都认真做了笔记然后是随堂测验今天收集你绿绿写景收集你我绿写偏正经你我做了大局吧我做聪明年定级升级的第几年罗车嘎姐居龙罗主座姐姐爹人个努得出马写一句但俺自己居心了啊老主座，我个家一弄，吹吹些把一笔七的工人。A 侃侃而谈。连地所。年轻的家主不错，但俺今年的爹人个农村路店用下经典啊。怀特森先生是我六年级时的科学课老师，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教学方法独特，常常有出人意料的举动。记得第一天上课，他给我们讲授的是一种名叫猫喂兽的动物。他说这种动物一般在夜间行动，因为不能适应自然条件的变化而绝种了。他一面侃侃而谈，一面让我们传看一个颅骨。我们全都认真做了笔记，然后是随堂测验。当他把卷子发下来的时候，我惊得目瞪口呆，因为在我写下的每一个答案后面，竟然都被画上了一个刺眼的红叉叉。我得的是零分，可这不公平，因为每一道题都是根据我的课堂笔记回答的，而且吃惊的并不是我一个人，我们班上的所有同学都得了零分。罗主错，爹人个罗着草木的人就建议，打出马电木器，电木。